订阅开铃铛，让你笑到八顶八档。勝利を呼ぶ男と呼びなさい。私のことは勝ち勝ち勝ち俺王者の勝利に疑いの余地もない。洗牌不了吧，我单牌吧。王者の勝利に疑いの余地もない。单牌算过很高啊。哎，阿木嘛。勝負はこうでなくちゃいかん。盛宴哦，盛宴不知道哎，没完的吧？最近游戏荒啊，没有什么游戏好玩。他妈不跳是这样。好了，我背防他了。好妖。高中什么科系哦？微电脑吧，那个在混学历的而已，什么科系都不重要、啊，没有学以致用，你读什么都没用啊。你他妈的刚不打，现在才要打，哇！啊，我光荣的。本来就是啦，啊，没你没有学以致用的嘛，是在混学历。哇，没敲到。哇，他顶头怎么那么准啊？两颗都进呢、欸。他刚刚没有地超。读夜校，白天干嘛？打工啊！读夜间部就是要打工啊！啊，不然哪有钱买摩托车？嗯。靠呗！
传说大概半年没玩了吧。哎呦，他们弹太远了吧！干！哎，去！靠北，没捡到。哇，这一颗吓死！你拖完就好了。手机版联盟战旗快出来，会晚吗？手机版联盟战旗，那我就玩电脑版的联盟战旗就好了。我说如果我要玩的话，我干嘛要玩手机版？那个手机版那个画质这么差，电脑版的画质这么好，我就玩电脑版的就好了。那三井打零分呢？三井至少也打个三分吧。